25岁公民骇客唐凤出任政务委员，备受瞩目。什么是政务委员？前政委叶星辰带你认识这个号称不管部部长的职位。史上头一遭，青春发言团在虚拟实境 VR 平台和准政委唐凤对谈。每周六晚上6:15，青春发言人用你的角度看新闻。